在京杭大运河流经的城市中，沧州一段里程最长，达到215公里。沧州的风俗里自然深深嵌着运河的影子。为什么沧州人对羊肉情有独钟？炸老虎到底是什么食品？你敢做品尝生螃蟹的勇敢者吗？这一集翠花将带您体验不一样的沧州美食。来到这家店一点香味都没有。这是我们沧州人做羊肉的绝招啊，做的地道。未来娱乐台行走的餐桌